Hello，我是 Sammy 张雨农。网络投资处处是风险，一定要懂得保护自己。第一，别轻信不实承诺，谨慎审视投资风险。第二，不盲目跟风，确认投资平台合法合规。第三，如遇疑似投资诈骗，请保持冷静，理性思考，拨打165专线查证。遵守以上规则，你我将不再成为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。打造台北队，邀你来做会。